接下来我们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机会，用笔来画一下此刻的心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的题板已经准备好了，看看他们会画什么。这边好像画了个月亮，杨子。肖战的那个圆是太阳吗？啊，杨子画完了。杨子画完了。来来来，采访一下，这是什么心情？你这是？我画的是一个月亮，因为我觉得月亮是非常能够治愈别人的。我希望我可以拍摄更多好的作品，然后去回馈所有喜欢我的朋友，并且可以去治愈他们。对，所以我画了月亮。我画的是一个太阳，我希望不仅仅是我自己，然后所有人可以像太阳这样，向阳而生，然后给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力量。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